一直联系着呢。不是，那你今天约会就穿这身啊？不行吧，太休闲了。谁家出去约会？你穿个休闲的。借个睫毛膏，不用了，先弄你的。哎，我那边有一个小裙子，怎么样？你试试，我给你拿去，你等着。讲讲，怎么样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咱这身材。新拆的这个耳环，蝴蝶，小蝴蝶，搭配这裙子正好。那咱今天画一个春雨一点的，春雨一点的妆怎么样？等着，这个粉底也比较适合你。
太深了，稍微，哎，一不小心就。